大家好，我们上回学习了如何运行弹幕的示例，使用的是 term 数据集。上次我们使用的是通过播放 backfile 的数据集格式来运行弹幕示例的。这次呢，我们使用 raw data 数据类型，在 ROS 的环境中，使用 raw data 数据类型，而不是播放 backfile 来跑弹幕的应用程序。正如我们上回所提到的，我们需要改一下应用程序。我们根据这个 ROS.model 这个模作为这个程序作为模板来进行修改。ROS.model。我们需要改的地方，主要是这个跟这个 callback 函数相关的这些地方，在 backfile 这个，读取 backfile 这个文件里面呢。不是这个，这个应用里面呢是用了grab image 这个 callback 这个来抓取 image 图像来进行tracking 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是想要使用 raw data 的数据类型的话，我们把这个 load image call 过来。然后把这个 load image 也 call 过来，这边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读取 image 这块代码也同样 copy 过来，receive pass to images。这个 load image 这个函数需要给定一个参数，就是那个 RGB 文件数据集所在的那个，怎么说呢？这个文件所在的那个位置，然后读出来这个。image 彩色图像，读出来彩色图像，把它放到一个 vector 里面保存，同时读出那个 timestamp 时间戳放到 v timestamps 这个里面。我们看一下那个这里面是什么 RGB 的 in text，看。这里面有两项，一个是时间戳，一个是 file name。
所以通过解析这个文件，我们来得到时间戳跟 file name 跟这个彩色图像的名字。我们就把这些全部拷过来，这些全部在 check-in 之前，它放在了。这个创建 SLAM 对象之前，所以我们可以放在这地方。那么把这个就可以先注释掉，然后把这个挪到前面去。Node handler，这个 grabber 也可以先注释掉。到这边需要注意了，这边是 rows span，调用至 span 之后，它就会是。把那一不，它就不停的在执行那个这个，在后台执行那个，所有的 callback，因为这边我们把 callback 给去掉了，所以呢，我们要把那个。这个 span 要改一下，这个 for 函数是便利每一张图像用的，这是在 shutdown 之前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些全部 call 过去，所有这些全部 call 过来。span 把它 comment 掉，下面我们修改一下这个读取的参数。一和二，一个是 vocabulary，这个不用改，settings 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这边需要给第三个参数，就是 sequence。总共是需要有四个参数，pass to sequence。改成四，然后这边加上一个 sequence，这样的话，这个三就是那个 sequence，我们先 compile 一下，来看看有没有问题。好嘞，哦，因为呢，我们没有把这个新的文件加入到 CMake list 里面去，所以说它是不会编译那个文件的。这个加一个
mono for term raw data。这边给的名字是，loss 杠 mono 杠 term 杠 raw 点 cc 啊 cc。OK，然后编译。在编译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如何给它写一个 launch file。这个我是 copy 的上一讲中的 debug 的 launch 过来的，然后没有修改。这边修改的，我可能不知道 copy 哪儿，copy 的好像不是的，我这个没关系了，这个是 mono。term 广入 package name 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名字是叫 mono term 广入，然后这个肯定是要设成 false 了，因为不是在跑那个 back file。config 这个地方，这个 config 是需要改的。我们看一下这，怎么办呢？CD raw examples loss。Monocular 下面应该有那个 config。term 一。OK，把它 call 过来。那个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就是 term 一点 yaml。term 一点 yml 就这个文件，另外我们还需要另一个参数，是叫做 pass to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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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需要给定那个 dataset 的目录，然后这边我们加入 dollar 括号括号，然后 pass to sequence
哎，居然没有报错误这边，奇迹。pass sequence 是在哪个地方来着？嗯，这个地方。这里面 remap 就不需要了，是因为它不是在使用 callback file。这样我们来试一下吧。居然在这儿没有报错儿，那，哎，走，在这儿是，在这儿是吧？loss launch or bislang some mono term ground rule annoys ground path sequence when find immediate 的确，这个地方是少写了一个 argument。这次很稀罕，居然没有一次就成功了。我们再换个数据集来试一下。mono term raw 点这个 mono term raw 这个是跑 term 一的。我们再跑一个 term 三的，我们把 term 三那个配置文件给把它拷过来，这个地方改成 term 三。这个 term 三下面，我们用哪个数据集呢？sitting static。Working XRPY, Working Static, Working XY，用这个吧，这个估计效果会更好。这是个动态数据集，需要改的应该就这些吧。
三。哎，好长时间了都没什么动静。哦。再检查一下，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对呀，这个地方数学集的名字没改过来，感觉数一节是在跑，但是尺度好像有点怪异啊，这个。这个我看一眼那个是 term 三这个。还没发现什么特别怪异的现象，怪异的情况。OK。我重新运行了一次这个程序，这次看来效果就不是很理想了，跟前面这个那个差距挺大的。OK，再来一回。这个轨从这个轨迹来看是很接近这个 ground truth 的，但问题是这个，这个尺度感觉比运行 RGB 那个版本要小了很多呢。
这个就不探究为什么了。哎，这里有一个 sieve trajectory term cannot use for molecular，这是为啥？SRC 里面 mono，应该就是这个吧。这边看一下，这边这个 C 五是怎么 C 五的？这边只有 C 五 keyframe trajectory term TUM。到源码里面去瞟一眼，这里面是怎么回事？这个显然是在 slam 那个文件夹里面的。system 那个里面应该是有 save trajectory term。这个函数看样子是不适用于单目。那把这个直接 delete 掉吧。为啥不能使用单目呢？在这儿。是。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为什么不能使用单目。如果谁哪位朋友知道的话，告诉我一下。反正今天这个任务达成了，又改写了一下 ROS 版本这个文件。使用 raw data 而不是使用 backfile。好处是在于。叫什么呢？使用raw data 的话，可以每一张图像都进行 tracking。还有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在于这个 ROS Spain 这个地方好像是，Spain，这个如果没有 span 这个函数的话，你如果程序里面有一些
就是 callback 的话，可能它永远它不能执行。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可以把这个 spend 加在这 spend once 加在后面，然后我们再 compile 一下。因为这个文件里面没有 callback，不代表你在其他文件里面不会写 callback。OK，今天，任务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